他是在看。 手紧吗？开始用手了，做了吗？ 太高了。
做几组啊？四组，四组，每次一分半，一分半。看是做不到的话，放两个。放两个，再实验他三个、四个。这个就是尽力对这个对前前举的稳定性啊，抓举的稳定性是吧？主要是要紧，要紧，要紧的这个。一周练几次？这个一周练几次？这个，对吧？两到三次。两到三次啊。